咁樣咧，今次咧嚟到同葵青嘅居民咧，可以俾多啲資訊啦。咁成個拍攝就立體好多啦。嗱，咁今日叫茶座啦。咁我一定要有啲飲茶，係啦，招呼下你哋噶嘛。咁點樣咧？好多人問我，咁喂，你而家疫情問題喎，好大問題，你點樣預防保健啊？成日問我呢，問我攞咁樣。嗱，咁我就唔做專家啦。咁不過咧，我自己咧就有一套嘅。咁今日我都帶咗嚟俾大家。你嗰一套係咪我嗰套㗎？嗱，試下咁，我梗係用翻中醫藥㗎啦。嗱，我攞住先啊。咁樣我斟杯熱水，唔知夠應該夠熱㗎。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平時咧嘅預防養生嘅茶品啦嚇。咁啊，斟俾你先啦。嗱，一陣間我再慢慢介紹。其實都多料㗎，係啦，都煩嘅呢個。你幫我攞一攞先。好。熱啊，睇住熱啊。係啦。咁你都可以斟一斟嘅。嗱咁樣咧，呢一個咧其實都複雜嘅，你見到都多嘢，好多材料喎。係啊，係咩嚟嘅？嗱，今日咧呢度咧我就特登攞出嚟，不過咧無奈啦，就我哋啲拍攝嘅財力有限啦，咁我哋未必可能 zoom 到俾嗰啲觀眾睇。不過咧，我哋可以之後喺嗰個片度咧擺翻啲相片嘅。嗱，咁我逐個問啦。嗱，阿 Tracy 呢個知唔知咩嚟嘅先？菊花啦。菊花啦，我相信大家都識啦，係咪？不過大家注意啦，嗱，菊花咧，我哋都要小心佢嗰啲嘅農殘啊，因為都幾多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揀翻一啲咧。清香啲，你可以聞一下，其實都香噶。但菊花有冇好多唔同嘅種類㗎？非常多，好多品種㗎。好香。係啦，咁我覺得咧，普通一啲一朵朵嗰啲咧，嗰啲嘅杭白菊就已經可以㗎啦。啊，咁你知道㗎啦，呢啲菊花都係比較清熱啦、利咽啦，同埋可以清肺熱嘅。嗱，我再研議到啊，係啦，咁樣啦。咁仲有啲陳皮啦，理氣嘅陳皮啦，有。依家啲陳皮好貴㗎噃。我哋呢啲咧唔使買啲好貴嘅，我哋通常都係一啲食用啊，即係唔係話一啲話幾廿年嗰啲陳皮就冇乜需要咯。嗱，咁呢粒知唔知咩嚟先？呢粒好似粒雲。好似粒。我有食過。你有食過係咪？係乜嘢嚟嘅咧？半大海。點解你會知嘅咧？你咁叻嘅？因為你聽我俾一聲就知道啦。我唔係喎，之前你係咪都係傷咗嘅呢把聲？係啊，我曾經試過有半年啦，其實都失聲狀態嘅。咁咧就阿媽就不斷煲嗰啲半大海啦，仲有好難飲嘅鹹竹風啦咁樣。你覺得work唔work先？都啊嘅，飲咗半年之後，我基本上好似依家咁把聲，其實可以保存得好好，唔會失聲。仲講到嘢係嘛？係啦。因為呢一隻半大海咧，其實大家都應該要識下，因為其實呢個都好安全嘅一個藥啦。我想問，係咪即係？係啦，呢粒攬咁樣咧，發大咗成個嗰啲其實入邊咧係鱗定係硬嘅咧？佢有啲啫喱狀嘅，一間你食落去你就知㗎啦。咁其實咧，觀眾朋友咧，你落到去樓下藥材鋪咧，你去買五蚊應該都好多㗎啦。嘅半大海咧，你翻到嚟泡咧就會發大，所以叫半大海啦。咁呢個咧對利咽係非常之好。其實而家講緊疫情嘅問題咧，都係講緊一啲我哋所謂嘅上呼吸道嘅嘢，係啦。咁中醫藥嘅預防醫學咧都講咗好耐啦，係咪先？即係上次我哋做節目都好多人都問嚇。咁喺呢方面咧，其實中醫嘅治療或者個預防咧，唔好講治療啦，預防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咯。咁其實葵青啲居民，我唔知佢哋用唔用得多啦呢啲。佢哋其實好中意嘅嗱，以往即係。阿 Sir 成日都嚟我啲中心嗰度咧，會教唔同嘅班啦，都非常踴躍嘅。係咯，上次我都走唔甩啦。係啦，俾人哋捉住。俾人捉住係一個鐘入邊個半鐘啊，永遠都係。咁所以同埋再加上依家中藥咧，即係對於一般嘅市民嚟講咧，其實覺得嗰個副作用冇西藥咁多嘅，咁所以都比較中意即係去中藥去做調理啊咁樣咯。咁另外咧，我再介紹多一樣嘢咧，就係嗰個有甘草啦，同埋有啲糖嘅。因為有時有啲人覺得菊花茶苦啊，咁你其實可以放翻啲冰糖啊，或者係放翻啲有啲人中意冰糖啦，或者黃糖都可以嘅。咁另外咧有一隻我放咗啲枸杞子嘅，不過呢個枸杞子咧我自己就懶啦，存放得唔係咁好啦。咁你哋要靚啲嘅，不過咧喺食物存放嗰度咧其實Emily 有冇啲咩技巧？因為中藥咧，好多人問我嘅。其實中藥應唔應該放落雪櫃？
我不知道中藥應該博士或者食物可能你專業一點啦，但如果用、即食物科學的角度呢，通常一些、即預先整乾了啦 的食材呢，其實它的水分已經抽走了呢，放在陰涼的室溫呢其實都要保存的，但是呢要特別留意呢，如果那個材料食材呢本身是糖分高，譬如好像即我想幾次啦，好甜的，真的有些果糖的話呢，即只是乾了之後呢它那個糖分都很高的話呢，如果那個溫度有變化呢，它就很容易吸濕受潮，所以就會容易令到它、即個品質變壞，可能會有機會發毛啦。但是即如果用我這個食品安全的角度呢，我們就會建議、未、即乾完之後就一個密即一個真空密實 的器皿啦，去保存好陰涼的地方，還有個溫度就盡量不要有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譬如說、已經開了封的譬如一大袋，那你、要再即分很多次用的話呢，那你最好呢打開那個即包裝之後呢，那可能都放在一個密實盒裡面，然後再放在雪櫃裡保存就會好一點，因為始終香港那個很濕的天氣啦，真的不是很夏天就比較容易變化咯，是因為中藥都是的，不是很有利南方的、所以你看到、很多外面那些藥材呢有時候都無可避免呢、有打硫磺、有成、很多化學東西的，其實都是想、是的，即譬如硫磺啦，硫磺除了在譬如中藥會用，其實在食物各方面都會用，因為硫磺這個是啊，譬如芒果乾呢，芒果乾其實我吃不出有些硫磺味，其實即二氧化硫這個物質呢、其實它就是可以保存這個即一個防腐劑來的，沒錯，那它可以即、令到那個食物的顏色呢就沒那麼容易呢就變了一些啡黃色、就可以保存食物原先比較鮮紅啊或者鮮黃的那個顏色、所以其實在譬如、你講話食物安全的方面，其實都香港都有些法規呢，就是說譬如在一些乾要預先的乾果，譬如芒果乾、菠蘿乾這些地方呢、是、有這個的二氧化硫的含量呢，就一定要是一個低的標準，不可以超出了標準、即香港有這個法例的，還有在不同類型的食物的要求不同、譬如你說、新鮮的肉呢其實不可以有這個二氧化硫的，但有一些即譬如以往看新聞都有報道啦，在街市買啲牛肉哇好鮮紅色喎、其實都可能加了依一啲二氧化硫去處理過，所以先至鮮紅色，但是法例咧依一個咧就係、唔容許咯。喂、好恐怖啊！但我想問咧，如果食咗硫磺，即例如佢個含量多的時候，即對人嗰個身體會有啲咩影響咧？嗱，嗰啲二氧化硫咧，我哋中藥真係多，有陣時有啲人都會話：喂，係咪浸下佢就可以浸得甩咧、如果啲硫磺打得多咧，不好意思啊，你是浸幾耐都真係浸唔甩嘅，有限嘅。咁食咗之後對我哋嘅身體咧，咁我哋都係輕則肯定對我哋嘅肝腎一定有相對嘅影響噶啦。不過咧，大家要緊記啦，如果你係短期內間唔中食一次嘅，咁唔使太過恐慌嘅。但係咁，我唔知道嗰啲硫磺有冇硫磺。係啦，如果長期嘅話咧，就一定要注意啦。所以點解我哋喺、食品嘅科學啦？安全啦、化驗度點解要咁著重呢啲嘢咧？冇錯啦，因為市民都係嘅、你要去自己注意嘅呢啲嘢，因為好多時始終未必可以注意曬啦。但係有啲乜嘢嘅即係表徵，我知道嗰樣嘢有硫磺呢樣嘢問得好，問得好。嗱我講中藥先啦，其他我唔講啦。中藥咧、如果你係打硫磺打得勁咧，聞都聞到嘅。甚至乎你煲煲湯出嚟咧，都係偏酸嘅。但係有啲咩嘅藥材依家係最多使用硫磺去做一個？特別係啲白色嘅。我知道，淮山。冇錯，因為咧二氧化硫咧有一個功能咧就係漂白嘅功能。佢好勁嘅，其實這個呢個咧，我覺得古人咧好厲害，即係可以揾到一個防腐劑啦，一樣嘢係有防腐功能啦，有美白功能啦，有增味功能啦，即係會令到佢更加濃郁嘅味。咁同埋防蟲嘅功能啦，咁二氧化硫就係一個表姐啦，咁所以咧佢有漂白嘅功能咧，佢令到個藥材好白雪雪嘅，係啦，咁希望大家買到啲藥材盡量唔好話貪佢太白啦，呢啲都係化妝嘢，咁食品有冇呢啲？我都想補充少少嘅，咁即係頭先你講即係對身體嘅嗰個健康嘅問題，咁其實一般正常情況咧，因為佢個量都唔係好多啦，或者都唔係長期食用咧，都唔會為一個好嚴重嘅長期影響。咁但係咧，有一類人士咧，佢係對於依個二氧化硫咧有敏感嘅。咁所以根據依個食物安全嗰個規例法規咧，
一啲預先包裝嘅食物咧，如果咧有依、這個即係收翻咗實係即係依個二氧化硫係作為一個嘅防腐劑，作為一個添加劑嘅話咧，佢一定要標籤，一定要喺嗰、那個成分表嗰度咧要列明，同埋咧有一句嘅即係 statement 咧標説咧就係話呢一個產品咧會含有呢一種嘅防腐劑，咁所以如果本身知道自己有依、這、一、個個物質敏感的人士就要特別留意去看清楚呢啲嘅營養標籤。我都見到而家好多嘅食物標籤咧，都話咩含麸質啊，咩含花生啊，即係我見到大概咁啦。即係覺得係無釐啦間嘅，點解無啦啦有個咁嘅嘢咧？就係真係有啲咁嘅人嘅咩？係啊，因為即係過敏人士嚴重咧係可以死亡嘅。咁所以點解一定要有一個標籤？但我想問嗰個標籤佢係會即係例如個含量佢寫幾多先為之高啊？同埋佢嗰個係二氧化硫佢就未必會寫埋佢個含量幾多嘅。咁佢可能咧就會有寫到佢係含氧，即係含有依個嘅二氧化硫嘅防腐劑，或者咧佢都會用一啲嘅符號表示嘅。咁可能如果大家譬如即係都注意健康嘅咧，可能睇呢個食物包裝咧，都會睇到好多嗰啲成分咧，會發現好多數目字嘅 number， 譬如 E220 啊、E330 啊，或者 E1 嗰啲神秘密碼嚟。係啦，呢啲密碼其實咧係代表不同類型嘅食物添加劑啦，就係、是、有唔同嘅功能。咁所以即係要即係對照翻防腐劑嗰個類別嘅話咧，咁可能就會 check 翻，咁就會多少少。喂，我諗真係講講含脂點解咩啦？不過我覺得真係可以真係專門有一集咧。去大家去睇下，睇啲標籤啊，真係呢啲簡直係專業嘅嘢，即係密碼嚟嘅。咁但係今日啦，我都希望大家啦介紹下我的茶品啦，亦都推薦一下俾我哋嘅葵青嘅居民啦。有陣時面對呢個疫情咧，要做嘅嘢好似好冇，即係好似冇乜嘢可以做。但係其實可以做好多嘢，譬如話喺個預防上邊啦，可能遲啲喺我哋嘅身體或者 health care 上邊啦，我哋都。我都會再請啲外援翻嚟教下大家點樣去做，係嘛？我有個問題，係頭先咧，我見到呢個綠色一條條好得意嘅，呢個係咩？咦，我冇講到咩呢、這個？哇！哦，嗱，呢個係sorry 啊，唔好意思，嗱，呢個咧係蓮子心嚟㗎。我唔知有冇食過蓮子啦，咁其實而家啲蓮子咧中間就冇咗呢個心㗎啦。咁但係呢一個心咧，拎曬出嚟俾拎曬出嚟啦。呢個咧係好苦嘅。有邊位勇夫其實可以自己試？我哋係咪而家去試飲？你喺我飲得㗎啦，我飲。你話泡幾耐先？其實我覺得差唔多泡五分鐘咁啦。咁其實你自己海南都發係啦，已經都發咗好大個㗎啦。其實都可以接受係咪啊？係啦，咁清清地嘅其實冇苦味。冇嘅，係啦。咁其實如果啲女士啦話自己驚肥啊，咁其實呢啲糖即係我自己會放啦，咁其實都可以攞走佢嘅。不過咧，糖其實係一個都幾好嘅一個藥品嚟，即係唔好睇少糖嚇，因為人其實身體都需要呢啲嘅元素啦。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均衡，係咪啊？你哋都係㗎啦 ，food science 嗰啲。我哋中醫咧好簡單，即係叫中庸。是不是都是这些好處。什么阴阳调配没错啦即是讲平衡啦这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啦我们还有很多的节目给葵青区的居民的。那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去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中药茶座度 like 一下啦。那同埋呢可以。也都要是我们葵青地区康健中心是啦。咦有没有网址呢有網址的在這裡是的是我們可以在下面這裡看回網址葵青區的居民可以隨時可以瀏覽我們的節目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拜拜拜拜好，大家好，咁啊，歡迎咧翻到嚟我哋嘅中藥茶座 crossover 咧，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啦。呢個係我哋嘅第幾輯嚟㗎？應該第二輯嚟嘅，係啦。咁不過都冇所謂嘅，因為而家上網啲人睇片咧亂咁睇嘅。咁但係咧今日咧都講翻啦，我哋阿 Tracy 今日就好多謝你邀請我。我亦都好多謝你肯嚟。我覺得咧，我可以服務到葵青嘅居民，我係非常之榮幸嘅。不過咧，我覺得中藥好夠，我今次咧特登搬咗個外援嚟嗱，咁咧今次咧我邀請咗咧阿 Doctor Chris， 咁樣咧係一個靚女嚟，係啦靚女，不如你介紹下自己啊，得唔得？打個打個招呼先啦，同葵青大家好，我係 Chris， 你個專業係乜嘢啊？我嘅專業係教緊醫療護理嘅科啦，但係其實我自己係讀生物醫學工程嘅，係，咁我係骨科畢業嘅。
O K， 喂，咁係咪我哋嗰啲嘅運動啊，或者做一啲嘅體操，其實你都係都知道點樣去指導嘅咧？其實我哋知少少咯，咁我又唔係動物理治療嘅。O K， 係啦，因為我哋上次咧就講咗一啲抗疫嘅茶品啦，咁可以大家再睇翻我哋嘅片啦。因為過咗而家差唔多半年啦，疫情，我自己都成半年冇見過啲學生，因為其實我哋教書噶啦，咁有陣時都好想同啲學生多啲接觸嘅。今次呢個疫情咧，真係將呢個城市咧完全係隔斷隔絕咗啦。你見到而家。葵青地區中心喺中心，其實都好似少咗好多人嚟，因為大家都好驚，即係會被感染啊，同埋都即係減少咗外出啦，咁所以都大家都人心惶惶嘅，大家都驚，哎呀，會唔會嗰個人又惹到我啊？呢個人又會係啦，有即係確診啊，咁所以個個都即係收埋咗自己啦。但我哋都唔鼓勵嘅，其實我哋成日都話，雖然疫情去隔斷咗我哋嘅關係啫，咁啊，但係其實我哋即係。仲可以透過電話啦、視像啦，其實可以關心翻自己嘅朋友，係啦，都同葵青居民多啲嘅 connection 咁樣啦。因為你話一兩個月仲好啲，你諗下而家我哋由一月、十二月啦，當十二月開始啦，到而家已經差唔多幾多啊？九半年以上啦，九個月都嚟啦，係咪啊？即係其實我心靈咧，我都好。有些是情緒低落的，即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有些有抑鬱啦、沮喪之類的，即我覺得很沒什麼興致做事那樣的人、都會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到一些葵青的居民打電話來有些情緒有，我們都其實有很多在葵青區的居民，他們都會就著疫情，他們都會打電話給我們的熱線的，因為我們都由一月開始其實都會提供一個抗疫的支援熱線、如果有什麼問題其實他都可以諮詢我們，我們其實就有不同的醫護的團隊又可以幫他、再加上就我們社工啦，當然就會解答他們情緒的問題啦，還有一些健康的問題的，都希望他們在疫情裏面不要去到一個很負面的情況，尤其是本身已經有一些情緒病的人，在疫情裏面其實是會更加擔心，還有那個病情也都會很反覆的，還有個經濟壓力現在都是經濟壓力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的，因為尤其是葵青區很多都是一些比較低下階層的人士，所以他們可能都很多都可能只剩下半份的工作，甚至有些停職可能做食肆那些直情係都冇人工收嘅咁樣，咁亦都唔知道疫情幾時開翻，食肆幾時可以開翻咁樣，咁所以都即係尤其是係即係家庭嘅經濟支柱嗰啲啦，咁就變咗都好大壓力嘅，因為都即係靠政府嗰一萬蚊唔係唔得，咁但係唔知道可以維持幾耐咯，係啦。唔係個電話有冇先？可唔可以？我哋有嘅，係啦。我哋喺度下面呢個電話，呢個電話咧，因為其實我都要，我都要抄低佢。係啦，不過你睇下係咪葵青區居民啦？嚇！呢度葵青區先至用得嘅咩個服務？係啦，我哋因為呢個主要啦，都係俾翻葵青區嘅居民嘅，因為我哋葵青區都有成52萬嘅居民，咁咧如果我哋有接受埋即係所有區嘅時候，我驚即係我哋係啦。唔係我喺呢度工作得唔得先？我喺葵青翻工嘅喎。我哋酌情處理一下。唔係因為我哋啲葵青學生嚟嘅喎，都係。我哋佢哋啲居民喎，歧視我哋呢啲翻工咁樣。嗱，咁咧就要等我哋嚟緊咧，即係政府都會話啊，18區都會有地區康健中心嘅，咁啊到時咧都即係每一區都會有一間嘅時候，就會支援得更加好啲啦。OK， 咁啊 ，Chris， 今次你特登過嚟，我都希望都帶俾葵青區居民咧，而家面對一個疫情嘅。即係情緒低落的情況，或者我哋叫做抗疫疲勞，一個咚咚咁，即係整一個抗疫疲勞咧。我哋可以點樣處理呢？喺我哋，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故仔先。好，大家呢、這個故仔其實是我諗㗎。首先， okay, 我要強調，咁係一個美國嘅作者啦，同其實佢都是一個教授嚟嘅。咁、個故仔咧就係問兩條魚，有一條年紀大嘅魚啦，遊過問兩條好細嘅魚，佢就問佢哋啊，你好。啲水點啊？咁但係嗰兩條細嘅魚咧就游過咗，因為其實佢哋唔識嘅，咁佢哋完全係冇意識到究竟嗰個老啲嘅魚咧想問一啲咩問題。咁但係佢哋諗翻轉頭啦，即係隔咗一陣，佢哋冇討論啦。咁隔咗一陣咧就諗翻轉頭，啊水咩水啊？咁睇下大家知唔知個故仔其實係想講緊啲咩咧？
咁深嘅，呢個古仔太深啦。嗯，雖然我好中意聽古仔，但係首先啲魚喺邊度生活嘅？喺江河，即係喺水嘅地方啦，係咪？唔喺天空啦。咁其實有冇點解嗰條年紀大嘅魚會問佢咁樣咧？咁其實你每一日你翻工又好，或者你一起身。天氣環境都會不同的嘛、嗯、其實大家有沒有用心去感受到呢，即可能習慣了、啊、而不覺得他自己生活在水裡面，是啊，還有你有其他的擔憂咯、嗯、又或者即其實我們有沒有真的活在當下呢、嗯、即我都明白大家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我們經常現在很興有一樣東西講到叫做、正念啦，或者叫覺察啦、嗯、或者叫靜觀，咁就呢啲好東方嘅哲學思想喎、啊。我哋呢度中心都有，係咪啊？其實係㗎，有啊，我哋有搞靜觀嘅，係啊，係啊，我哋早前都開班。即係唔係嗰啲氣誒？嗰啲叫打坐嗰啲啊？其實類似好似人哋係啦，係啦，其中一款、啊、一啲冥想啊，係啦。所以我就係點樣想帶出呢條魚嘅問題咧？其實就唔係淨係打坐嘅、嗯，即其實係。他想講覺察，或者其中一個中文的譯名叫覺察啦、嗯，就是其實你有冇活在當下，感受到而家呢一刻身邊嘅嘢咧？即其實集中於喺而家呢一刻嘅問題，或者你有冇好好享受、嗯、啊？而家我同你講緊嘢啦，咁、嗯、我會諗緊我今晚其實係食咩咧？其實我冇著重過大家嘅對話嘅、嗯，其實係希望大家都即雖然大家都有各種各樣嘅問題啦，但如果今日大家都有機會食一餐飯。咁有冇諗過下啲飯係咩味啊？因為可能阿媽煮俾你，其實你唔想食嘅，跟住你喺度投訴阿媽點解啲餸咁難食啊？嗯、其實阿媽你有冇知道阿媽煮嗰餐飯好辛苦嘅？係啦，不過我都覺得正面嘅思想咧係好重要，即、係、如果係 keep 住一個負面咧，就好似一個輪迴。咁樣咧，不斷咁放大嘅，喺個圈裏邊，即係係啦，不斷喺度轉咯。咁我哋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尤其是即係依家咁嘅情況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尤其是嗰個社區個環境啦，都係一個負面嘅信息嚟嘅。即係互相影響啊！你又影響我，因為大家都喺度講好多嘅問題出嚟，咁但係都即係冇諗過，其實咧個環境自己點樣去即係解決到，又或者咧去睇翻一啲啊，雖然即係啊，依家好多時候都喺屋企啦，但係啲人都可能就係諗啊，喺屋企就慘啦，可能咧個經濟會有問題啊，做唔到嘢啊，唔知點樣維持生計。但係佢哋冇去諗啊，其實喺個時間正正就可能揾一啲嘅嘢去令到充實自己啦，又或者去改變翻咧自己同係啦，或者同屋企人嗰個嘅關係其實多咗，點樣可以令到改善翻，又或者咧即係增加翻大家嗰個嘅即係親切感喺裏邊咯。咁呢個其實都即係好多時啲人都會喺呢一個嘅環境裏邊會忽略咗，咁就變咗諗埋咗一邊咁樣啦，咁啊又想問一下有冇一啲食物其實可以改善到佢哋一啲啊咁樣？應該咁樣。今日咧，阿 Chris 咧打條招俾我，即係點樣咧？大家打條招，係咪即係叫我？頭先我講正觀咧，就係梗係唔係叫你成日都淨係 focus 喺自己度啦。其實正觀咧係可能。你覺得不開心或者很煩可能一日找三四五分鐘做這件事就夠了、我現在我們就靠一樣很簡單大家家都應該有的東西就是蕉、首先除了這條什麼蕉呢大家摸下去先還有摸下去有少少不同香蕉咯有什麼東西蕉有沒有味先蕉有沒有蕉味不是一定雞就有雞味的嘛沒有啊我真的聞不到蕉真的沒有蕉味喎但你有沒有覺得這條不是黃帝蕉來的是普通的香蕉你有沒有覺得它有點怪怪地我覺得這麼小就是剛好我買到見它小就買了 okay, 那怎麼辦呢跟住你就要感受一下它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靜觀的過程來的、okay, 因為你要即其實你要將你平時是啦你本身我攞住條蕉，你冇諗過啲乜嘢噶嘛？咁但係食佢係啦。咁啊，觀眾同我一齊 focus 下啦。OK， 我一攞條蕉俾你，你食咗，你根本可能冇意識到條蕉係有唔同㗎。其實係咁啊，食咗抌落十桶。係啊，其實佢應該係產地唔同嘅，但我冇查過，唔好意思。咁好啦，跟住我有一樣嘢想教大家嘅咧，就係可以畫一個畫，好簡單嘅。咁就係揾支牙籤啦。咁大家都有啦，條蕉啦，而家。Okay, 即係攞支牙籤得㗎啦嚇，普通都得㗎啦，撩完牙，撩完牙嘅得唔得？咁有啲唔衞生，蕉你食翻，自己食翻。係啊 ，OK， 咁就畫嘢啦，其實係好輕力咁喺表面介少少就得㗎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介一介佢就會花㗎啦。OK， 咁我寫下我自己的名啦，不如。
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應該點樣咧？咁好專注呢個過程咯，又或者大家都知啦，你畫畫都要好認真啦，係咪？係。咁但係喺呢個過程，我應該要思考啊，定係唔思考咧？你思考條招咯，盡量。淨係諗條招，淨係諗你畫嘅嘢。你應該諗你畫嘅嘢。係啦，如果唔係，你會畫得唔好喎。不過我都覺得咧，如果係可以做一啲嘢咧，其實放空到自己都是一件好事嚟。係啊，都係嘅。因為我有時咧，當我好煩惱嘅時候啦，我都係會中意揾一啲嘢，揾一啲嘢去清潔屋企啊，特別洗廁所。我聽過。係啦，我好中意洗廁所咁樣。好難得，其實你可唔可以得閒嚟幫我屋企？唔得，咁呢個就真係。你好多煩惱嘅，我知。冇啊！洗廁所。我個廁所洗完就冇曬煩惱。再洗多幾次。咁樣咧都係嘅，我都係會做啲清潔嘅工作咧，其實。其實都未必解決到嘅。我同你講嘢嘅時候，寫錯咗個字。所以我哋專心啊嘛，係啦，呢啲嗱。我仲有想提議大家另外一個活動啦。我本身即係諗住錄音嘅，但係唔得閒。大家為我或者得閒嘅時候，可以試下落去屋企樓下又好，或者去公園行下都好。其實大家有冇留心聽過身邊嘅聲音咧？即係其實如果你認真聽，其實你可能發現好多種聲音嘅。即係其實我哋學校附近都好多㗎。其實我拍了一段片嘅之前，咁我哋學校有個瀑布啦嚇，咁就流水嘅聲音啦。咁就葵青區居民可以上嚟喎，嗰度隔離嗰度係好似可以自出自入㗎喎。係啊，你喺個斜路一路上去，喺嗰個上個細山路嗰度咧，有瀑布。我哋嘅我哋學校，你哋自己人工瀑布。我見到好多啲神文客㗎喎都。嗰頭，因為你哋嗰度都似行山嘅地方，春花落咯，其實嗰個山頭。跟住就其實呢排大家夏天啊，有啲咩昆蟲嘅聲音咧？蟬係啦，其實我都拍到嘅，其實之前咁亦都會有雀仔嘅聲音啦。即係你希望可以通過唔同嘅聲音而去發現呢個世界係幾咁美好嘅。專心咯，即係其實你做緊嗰一刻嗰樣嘢專心，咁但係你一專心嘅時候就會暫時忘卻其他嘢啦，就可以放鬆。好犀利喎！係咪搞掂咗啦？我搞掂咗啦，嗱，犀利啊！我寫咗。其實我之前都有成品嘅，咁點解你冇咁靚啊？有幾時畫㗎？由於時間嘅關係，你係一個藝術人嚟嘅喎，準備咗。因為你最初畫嘅時候就只係得咁嘅，大家唔知睇得清唔清楚。咁就30秒之後啦，等佢氧化咗之後咧，就會出到幅畫出嚟。哇，係喎，點解會變色嘅？點解咧？因為其實你掛損咗佢，因為你好深你成。係咯，點解你好似冇？你畫得早啫，其實你等多陣應該 OK 嘅。嗯，定係你冇用力刮佢？我好大力㗎啦，已經連皮都甩埋㗎啦。唔係，我想分享一下咧。畫呢條招嘅時候咧，我係諗緊啲乜嘢咧？其實我係乜都諗唔到嘅，因為點解咧？我好驚整傷條招啊！因為其實都唔係好厚嘅啫個皮。咁其實你喺度做嘅時候咧，你會係其實我都係放鬆咗啲嘅，即係都係嘅，因為你專注咗嗰樣嘢，係啦。所以一同你講嘢，我就寫錯咗啦。嗱咁啦，為咗我哋完成了我哋呢個創舉啦，我哋一起食咗條蕉佢啦。係啊，呢個就係重點。嚇呀，原來唔係個重點就係重點嚟。你揾其他，咁我咪嘥咗我嘅材料咯。哦，係啊，要影你影翻張相。應該唔會嘅，我擺埋喺度咯。因為呢個係最唔嘥嘅方法。擺喺度啦。就係條蕉係可以食翻嘅。嗯。其實而且蕉都有少少抗壓嘅，係啊，營養。喂，唔係應該咧？今次我要應該揾埋香蕉喺呢個中醫學裏邊係屬於涼定係熱嘅咧？應該都平和嘅。哦，係平和。應該我係問翻。因為有啲人又話食香蕉咧就會咳啊，係啊，會咳嘅喎。係咯，其實都唔係話太過寒嘅，本身佢啲產地咧都係一啲比較熱嘅產地啊嘛。咁其實我哋都覺得食香蕉話咳嗰啲，我覺得食橙仲咳得仲緊要。嗯，係啦，反而我覺得食橙咳得仲緊要。不過呢個我諗要再開一個新嘅 topic 再傾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趁呢個時候食埋條蕉先啦。咁啊，好專注食蕉。你仲要食曬佢先啦喎。係啦，咁今日我哋嘅節目咧就差唔多啦喺呢度啦。咁我哋仲會繼續有啲新嘅節目嘅。咁我哋留意下啦。咁我哋。今日的時間就在這裡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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